锵锵三人行，还是热烈欢迎罗大佑同志啊，爱人同志，我们的来了。谢谢。哎呦，我感觉两百年没见到你了。没那么久吧，也活不了那么久了。但是真是见到他，他这个状态我觉得保持得很好。所以啊，首先是不知道是不是有喜气迎门，我少看八卦啊，但是我因为做这个节目我才知道，原来是要首先要祝贺你要做爸爸了。谢谢。不八卦这个八月份对预产期是吗？八月底。对，八月底那预产期应该是九月初了，但是因为我跟我爱人他们的想法，他们的想法都是年纪比较大一点的嘛，属于这个高龄的嘛，所以我们是决定用剖腹安全一些，再生 section 啊，安全一点。对啊，你就已经知道是男女？对，已经知道男女，而且我们日子都算好，就是那天就开刀。改名了吗？能透露名字？还没有，名字还没取，现在目前叫做小罗。小罗，女的小罗。你喜欢女儿吧？我想女儿，不男女都一样，但是我觉得是女儿就当然要喜欢了。多了一个情人，你想，哎呦，对前世的恋人，前世的恋人，哎呦，这是什么？充满甜蜜。那我刚跟大佑聊天嘛，我就讲到自己经验，我就想听一下他的经验，因为我写作了嘛。我写很多评论，骂人左骂右骂。然后我刚当父亲的时候，小孩出生之后了，我有一年没办法写评论，因为我变得非常温柔啊，觉得对于这个世界的所有事情所有人都多了体贴怜悯同情理解。每次我想骂的时候啊，骂谁谁谁呢，骂罗大佑的时候呢，我就想别人也有爸爸，别人也是人家的小孩，对对对，可以这样骂吗？对，子义人子啊，这种。所以我整年啊，整整一年没办法写，我失去了我的锋利的部分。对，那我不晓得哈，对，像大佑啊，你很多歌都是意义批判嘛哈，还有对于这个世界意义深重的啊，对，很多的肩上背着担子的。现在哎，这个新生命快要到来的时候，对你的状态你觉得现在有什么改变吗？肯定会有的啦，我觉得肯定会有。刚刚嘉威在讲，就是说那就温柔一点嘛，有什么不好呢？温柔一点，对，温柔一点有什么不好呢？是在一家变三口了嘛，对不对？像二对一，两个女的对一个男的，那也未尝不可悲。以前一对一的时候永远没办法解决嘛，对不对？一票对一票，永远是50%对50%，永远没办法解决。这两票对一票的时候，因为会有两票对一票的情况嘛，而且两个女的对一个男的，现实中很有没有会不会有没有一点害怕？对未知的会这个会怕什么呢？那我以前干医生的嘛，对不对？对对，那你以前是妇产科的吗？不，我以前是放射科，可是放射科的实习的时候，我接生过起码有六七个。你接生过呀？我当然接生过。还有真是医生业啊！训练的时候一定要接生的。跟接生别人都就无所谓了，你接生对不对？接生的时候剪脐带什么都很熟。香港生孩子是可以到。我在台湾，我在台北仁爱医院实习的。对对对，仁爱医院实习都熟，都熟。但是接生别人跟自己不一样，这个真的没试过，所以我一直要到等到生下来抱在手里那一刻，我才同香港人讲的啦，对不对？钱要。钱赚别人的钱要带到自己口袋里面才算数，对对对，要抱到手上我才算数，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才确定他是。可是你能够预估猜想自己是什么样的父亲吗？我猜哈，冒犯你说，我猜你是有个控制狂的父亲。Control freak， 因为我为什么在这么说呢？因为我平常去他家吃饭嘛哈，我觉得哇，非常打点周到哈。什么时候上酒，上什么样的酒，吃什么呢，安排妥当啊，下指令这样子。我就想说你有了小孩以后一定更紧张嘛。嘉威，我觉得我不会，我觉得我会花很多的时间，我会花很多的力气来告诉我自己千万不要控制，千万不要宠。我会很下意识的告诉我自己千万不要这样，因为我看过太多父母，然后包括我自己的家里，我哥哥我姐姐太宠或是太被宠，我看过旁边太多例子是宠小孩子。你会是个严父吗？我不见得会严，但是我会很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宠小孩子，千万不要去控制小孩子，我会很严格的提醒自己。不，你这两个概念是矛盾的，千万不要宠小孩子，千万不要控制小孩子。宠就是控制啊，
宠就是控制、啊、宠就是控制，当然宠就是控制，就是用宠的方法去控制它。对对对对，是一同一个东西，那可对同一个东西，它是同一个东西。你觉得这会带来什么后什么不好的结果？就你要操纵它嘛，你要操纵它嘛，你希望它变成你想要的那个样子嘛？啊，而不是控制、啊，而不是顺其天性自由生长。当然，可是他强调了、那个、教育本身是很，你还是会控制，可是那种不叫操纵它，是要让它有教养，是吧？对，你是希望把它往一个好的价值观那边走，是吧？教育是很难的，我觉得一方面就是教育其实有点欲擒故纵，就你其实要你要让他走一条路，可是你要睁一只眼闭一只，你其实很清楚他在干什么，可是你要睁一只眼闭一只，你随时要让他知道，你随时知道他在干什么，可是你要又得假装不知道，对，让他有自由的感觉。对，听说你已经开始贴切了、啊，已经开始胎教了，是吧？胎教，从小到晚放你的音乐给不是我的音乐，给你太太的肚皮听。我放莫扎特的音乐，今天要听鹿港小镇、哦。哎，这个可以教教广大父母。哎，你我听过很多人讲啊，就说要给胎儿听莫扎特，怎么你也说莫扎特？为什么？有个东西叫 Mozart Effect 嘛，就是莫扎特的效应。他们做了一些科学的一些那种统计，发现莫扎特的一些音乐啊，他的双钢琴，比如说双钢琴演奏曲，写的那个双钢琴的演奏曲D 大调，对于小孩子的那个聪明性跟他的领悟力是很有帮助的。有一些音乐啊，有四张 CD， 我给他听。别的，比如贝多芬什么或者什么就没这效果。贝多芬的东西太重了。人性太重，莫扎特的音乐神性比较重一点。哎，神性是像天籁之音。对，假如听罗大佑的歌呢，一生出来就把中指立起来，没生下来，没生下来不抗议，对，不抗议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九韵古法配桃花春曲，采无极之水，汇原酒精华，年份原浆，与景共酒。奥运来了，这些曾叱咤赛场的老将，有的再次披挂上阵，有的无缘奥运。为了五环梦想，他们迎难而上，挑战极限。他们的坚持足以激励一代人。体坛老将们的奥运故事，完美与梦想同行，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。刚才大佑就讲，就说你们都不会有这个体会，58岁当爸爸，对，说感觉怎么叫是如梦初醒？如梦初醒，你不觉得这个一定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感觉吗？对不对啊？对啊，如梦初醒，如梦初醒。58岁当父亲，我有共鸣啊！我在想，我今年49嘛，我在想我58岁那一年会当爷爷啊。会当外祖父，对啊，外祖父。他们讲啊，就是因为我也有些朋友，他的这倒不是58岁，都60多岁了，甚至是60多岁娶了个20多岁的都有，哎，不是吗？但是他们有他们的理论，但他们理论就讲啊，说，我跟你们说呀，这个20岁的年轻人哈，他不懂得享受爱情的，他说到了我们这个岁数是吗？哎，他说因为你知道他是多么的不容易。所以你也能够有闲暇，有经验，有能力，能够去珍惜他，去怎么样，包括说是甚至有60多岁当爸爸的，说是比这个30-40岁的时候啊会更好啊，你觉得是吗？我倒是有个经验啊，第一个，现在旁边给我的所有的这种建言的人都是非常成熟的意见，这个倒是真的。这肯定要比30岁当父亲的人，当母亲的那个给的意见当中肯定成熟的多，都是非常好的意见，而且都是经过千锤百炼出来的意见。千锤百炼。对，那第二个，这个年纪，我现在这个年纪当父亲的话，经济比较不是那么大的问题了。对，这是很重要的问题。这样，那比较糟糕一点，可能是体力会担心会受不了，
哦，你又不需要跟他一块跑。不不，那哭起来就不知道了嘛。有妈妈的嘛，有妈妈的。那都不能这样推嘛，对吧？我怎么赞成这样？你会照顾孩子很细致的照顾孩子吗？我希望可以啊。我希望可以。我觉得你们台湾也不像你们台湾人，我很多台湾父亲呢，实际他是什么孩子对他来讲啊，真的是只有好没有不好。因为你看，他说你看，他就跟是个玩具一样，别的都是妈妈管，这些衣食住行是妈妈管，爸爸就是高兴了，哎呀，玩，好像十分钟其实就玩不下去了，哎呦，我要看书了，我你知道吗？不一样，不一样。他你说的那些台湾人啊，比方说像李宗盛。他生了一堆嘛，哎，李宗盛也了不起，他哪有时间去管那些啊？现在三个，现在大佑是一个嘛。李宗盛是当妈妈，你知道吗？是吗？他到自己给他的这孩子做饭的，干嘛的？整个体验了这么多少年呢？你觉得你是哪一种啊？我不知道哎，不是保姆，不是，就是不是保姆型的。这个假如可以像是好，比如说弹乐器一样，你真的很像是啊，你真的是一个。Physical contact 是一个很实质的肉体上接触，你感觉到他有那种接触的乐趣的话，那就很棒了。你有期待你小孩以后要做什么吗？同样来创作音乐吗？还是不会啊，不会。我觉得一个小朋友到世界上来哦，你就不要，你越去少去想说他一定要做什么的话，那个东西越好。对吧？因为这，假如说你一定要他干嘛的话，也或者有一个想象的话。那个东西就已经表示说你对他有先入为主的概念，那对他会是不公平的。所以我到现在为止，你看都剩下一个半月，我都还没去想说他名字应该叫什么。但是小罗，小罗，这个孩子是计划生育呢，还是意外的这个接近？计划有计划，2007年、2008年就开始想，好像可以有一个小朋友了，是不是应该有这样的一个？你在这个你倒可以分享一下，那就说明你是等于说在。四五十岁以前很多年里我都是不想要孩子的。对，我到53、54岁左右我都还没有这个想法，就是说我想要有个小孩子。对，那后来呢，发生了什么事会家会知道吗？突然让你那个，是你抗拒这个事情吗？抗拒有孩子。 我觉得我自己过得不快乐，那我觉得这个世界我看到世界又是什么天灾人祸，你看嘛，对不对？ SARS 嘛，你看911嘛，对不对？你看台湾又有什么921大地震嘛，对不对？你又看什么东南海啊，海啸一下就死了至少30万人嘛，对不对？你看乱七八糟的什么，咱们俩不会想很相通。我觉得这是一种神经病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因为我也有这种，原来有这种。我为什么问你？我说有点怕，好极，不就怕，就会我就会觉得你有什么权利要把一个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来，你也没有把握他会在这儿过得好还是过得不好，说不定这个世界很糟糕，说不定他的一生很糟糕，你负得了这个责任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你会有这种。可是大佑的情况又相反，他的结论是相反，反过来，你是怕，你是不要一个生命来，他是怕，就赶快做一个生命。对，我想改变自己，我想改变我自己的生命，救赎自己，是吧？对，救赎自己。对，我想改变这个生命，我想改变这整个世界的感觉。那我还在想说，今年2012年嘛，今年2012年，当然很多人在讲世界末日啊。哎，那我这个 baby。诞生啦，会诞生啊！今年看已经过了一半啦。他破解魔咒，还没有世界末日啊！现在有个小朋友诞生，那这不是不错吗？生命万岁！对，然后他身上有我的基因啊，那应该，那还那也蛮天真无邪的，应该照理说会天真无邪啊！哎，对啊，他也会无限希望啊！而且充满喜悦。我猜他这个，因为你创作音乐嘛，我认识大佑的太太哈，也是那个也很有音乐天分啊，会跳舞，对吧？然后以后小孩一定也会很有音乐天分，而且得来不易嘛。不敢讲，他起码会有一些跳动，或是旋律感啊，什么东西会。我看这个八卦上讲说，你这个有了孩子，然后才公布说你们是密婚。什么叫密？就是说结婚是不，我们其实是 plan 过，是想说那假如说要给小孩子的话，应该是在。需要是有个结婚证书嘛，我们就去巴厘岛去结了婚的嘛，啊，这样。你们是不是结婚就是为了要孩子？对对对对对，就是对啊，对。哎，你看我怎么密不密的，结婚就结婚，对对对。但是八卦希望你很密，所以写出来的这个样子。他经纪人说，两人已于2年前密婚，我这第一次听，就听说蜜月，没听说密婚。哎，我是记得，你知道有一张照片，
在我的手机里，我留了一年，我也不知道今天你要来，你知道吗？嗯、但是我当时在《三联生活周刊》上看到他们访问你，嗯、有张照片，我觉得他的表情很有意思，嗯、我就用手机拍，一直留在我手机，你可以看一看，嗯、你看，哎呦，这个是，我当时觉得，我说他是依然愤怒呢，还是依然颓唐的，颓唐，依然沮丧的，颓唐愤怒又沮丧，的怒气啊，对对，有点像杨景林，不是啊，这一张照片，因为我其实坐的不是太舒服，你看。右手那边其实腰没有垫得很好，然后摄影师一直跟我讲说，哎，你要坐好一点，坐好一点。所以那个其实坐姿是不舒服，原来是沙发不舒服，对，沙发不舒服，对。其实他那时候我感觉非常不好，非常生气。对对对对，是吧？对，那个时候，哎，你知道有一句成语吗？就是叫绝处逢生。绝处逢生，对，就是说一个生命来了，其实他在来之前啊。这个人呢、啊、是陷入一个中年危机也好，或者说陷入一个自我崩溃的一个绝境，但突然间出现了一个、就是所以有人形容这种现象叫绝处逢生。对，另外一个想法就是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，对。而且最主要还要努力嘛，我说刚大佑也说计划了好几年，五年了，那一阵子哈、啊、我去他家，哎，看到他太太开门，我说大佑呢、原来在做伏地挺身，俩人刚才一起的，没有他自己，他太太来开门呢，那大佑在旁边伏地挺身认真。好了，你要吃饭了，哎，怎么整桌都是高蛋白的啊、哦、的菜？是高蛋白吗？高蛋白啊，什么那种鱼卵啊、啊，对，所有高蛋白的这样。那已经是在计划了，是吧？也害我几乎也在当爸爸，已经是在计划了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吹毛求疵，受得了反复检验，还得具备压倒性口碑，符合以上三大要素才能在这个时段再次亮相。凤凰精选，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。朋友不曾孤单过，一生朋友你会懂，一句话一辈子，一生情一杯。泸州老窖特曲老酒。这个人工受精啊，家辉研究多年了，是吧？就是，但是有人说是成活率很低，也有人说呢，有时候一弄能弄出好几个，就是因为他需要做可能好几个受精卵。你的这个是说一次成功？对，我们算是比较幸运一点，还算是我觉得也算是品质还不错。质量还不错，所以一次是成功的。因为浓度够高啊！我后来我研究过，我听说医生是这样，把男的东西跟女的东西，每人试管婴儿嘛，就两根试管嘛，然后用这个调根把一个弄出来，把一边女的也弄出来，放进一个杯子里面搅一下子。好像是这样，然后喝下去，不是你们早餐那是你们，人工受精的，就是那个当然是交给医生，他们自己就是取 sample 出来，然后他们自己在他们自己的实验室里面弄出来，是基本上是冷藏。哎，选择这种办法会不会有什么犹豫的？像我们是不是有些不开化的人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新科技啊？哦，这个其实60年代已经发生，已经就发明实验好了。那个 Doctor 还得到诺贝尔奖嘛？啊，对，为这个事情，对，他其实造福无数。因为现在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啊，焦虑啦、啊、各方面，其实那个整个现在的受孕率蛮低的。对，现在做 IVF 的人越来越多。是是是。那当医生来告诉你说，哎，罗先生成功了。可以了，你当时是什么样的感觉？因为计划了好久了嘛。对，是蛮开心的，对，是蛮开心的。在你当然是经过一道手续的，不过基本上还是自己的小孩子嘛。然后呢，就是再把这个植回母体，再一样怀胎十月啊。
对，这个哎呦，嗯嗯，对，所以你在想说，你不会希望说计划小孩以后搞音乐，嗯、你目前也没有计划上替小孩写一些歌吗？我其实蛮期待的，因为我们听你的情歌啊。啊，来，哦、他谈恋爱，是现在当父亲了、嗯，很希望也听你写一些作为父亲的歌。有感觉，有感觉了。其实有一两首歌已经在动，是就比如说等待是小罗啊、哦，已经有这样的歌在、哦、歌出现。对，我看有的网友已经希望你写这个恋曲2012，2100。现在有一首歌叫恋曲2100，2100啊，2100。哎，你现在就是。觉得一个孩子的到来哈、啊，好像给自己的整个状态是个转，人也不再悲观，是不是？完全改变，对，因为你有个期待在这边，哇，我这个生命真的要延续。因为以前就觉得，因为像我哥哥、我姐姐他们就有自己的家庭的嘛，我就觉得，啊，我父母可以不要期待我这边了，所以我以前就写歌就行了嘛。对，以前就觉得哦，自己写歌就算是一种创作的延续了，啊，我这边也需要，也有这个。好吧，那就继续延续下去，就不能一方面是个使命继续下去了，一方面也就啊蛮开心的，啊，也需要做这个事情，然、啊、后也觉得哇，自己这个生殖系统也管用了，啊、原来以为不管用，对，原来也觉得不需要这样去管用吧，啊，也管用了，好吧，那就真的是对自己的重新发现，对对对，而且不止管用嘛、啊，你理论上应该存下了一大瓶的嘛，还可以继续做几个，对，这招这么好使，你以后还准备要吗？就是从此开发吧，努力开发这个业务吧。啊，你还想要啊？对，不知道了，这个，我等、哎、所以我是要等到生下来，抱在手里。第一个产品，对，还一个说不定一个就复合不了，是吧？不知道。哎呦，真是现在连哭起来怎么样去哄他都不知道啊！而且你是一个这么敏感的，又是一个完全情绪型，甚至有点神经质的，有的时候这样的人呐、啊。对。那么一个孩子，我觉得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刺激，很大的一个考验。所以我就说这小家伙肯定会改变我一辈子的嘛，下半生改变一辈子。对，刚大佑讲到你写了《等待》嘛，《等待》小说出来，还有一首歌啊，他这次演唱会，他写特地用我名字写了一首歌，叫什么？这是我自以为叫家家，嗯，马家辉的家是吧？哎呦，开始写家了，是送给香港的是吧？其实以前写过，我的第三张唱片那个唱片就叫家，嗯，那里面有两首歌，一个叫家一、家二、家 one 跟家 two， 嗯，这样一个，因为我们人一辈子会有两个家嘛。那个时候想，一个是把我们生下来那个家，对，一个是你创造的那个家嘛。嗯，结果后来我出了这张《家》这张唱片，我就离开台湾了。嗯，就离开台湾了。那是1984年的十月出了这张唱片，我1985年的三月我就离开台湾了。哎，你为什么漂泊各地啊？最后也没有在台湾，也没有在大陆。反而选择了一个殖民地叫做香港的地方，没错没错，来特区，对对特区，对不对啊？对，很奇怪啊。所以现在你看李宗盛啊什么的，他们又在北京啊，也有的是在台北，有的在上海。对，哎，我现在问问你啊，这我是1987年4月1号到的香港，那时候还是殖民地。嗯，你知道从那次搬到香港，我记得还是美孚新村的第五期的第五栋的九楼 B， 没有。从那一天开始，你到现在为止，我搬了几次家，对吧？我搬了19次家。哦，在香港吗？对，我都到香港，然后后来搬回台北，又搬到纽约，再搬到台北，再搬到北京，再搬到上海，又搬回香港。每一次都是被女人赶出门，不是？好不容易，终于有时候有女人，有时候被追的到处乱跑。以后我看你啊，罗大佑也被你女儿赶出门，被女儿长大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为什么是这么是在找感觉吗？到处也不是，有时候很主动，有时候被动。但是我觉得就是整个环境。告诉你说你不能待了，你得走了。说是，我是自己告诉我说不能待了，你得走了。现在算是你觉得香港是你的养老之地吗？归老之地吗？我怕香港会不会，哎呀，又开始会不会有这次？